哎，黄泉手链安安，晚上好哦。还把墨水摸在我袖子上的说，讨厌，别说了，你这无厘头。嗯，抱歉。对了，还有件事要问你，为什么你知道我叫做维尼呢？啊，多么浪漫啊！哦，你的名字也是可是我取的，就像我的名字也是你取的一样啊。你这语气让我觉得有必要改名了。靠哟，什么鬼？好可爱哦，这剧情发展蛮可爱的。指针缓缓的走着，但显然时间已经错乱。等一下会不会走一走，突然那个地板裂开？应该不会啦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靠，又来不及了。可以吧？可以。如果这里有绅士，开玩笑，他的维尼的操控能就是史上最大的绅士怎么样？超赞的。对，我这个人啊，什么不好，就是非常有绅士，有教养，有度量啊，遇到什么事都可以原谅对方的愚蠢。好，我承认我心情不好了，干。青葱的盆栽叶子已完全盖住泥土。是哦，沙发是不是很昂贵那种？而且整齐到就像没人坐过一般。哦，这是一个房间呢，可以进来了。哎，从这里进去就是厨房啊。你去过？昨天可是睡在这里，在这里守着的话，就不会有坏人来接近你。真的还有其他人在这吗？我不知道，不过与其说是人，倒不是鬼魂比较多吧。说不定人家会有穿红衣服的女孩子，不清洁的从我们身边走过。啊，说过头了，总之一定要保持警惕。对了，哎，我得先进去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道具，或者说能派上用场的情报。而我呢？怕不怕老鼠、蟑螂之类的啊？怕。那你在这等我吧，这个楼层基本都是安全的。那我也去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好了。记住，没有我在，千万不要下楼，也尽量不要向太黑的地方走，遇到危险要大叫啊！知道啦，知道啦，这边摆一副教导女儿的架子，嘿，像吗？所以要在那边调查，不能走太黑的地方，是不是？不明生物的雕刻，洁净的神台，想必是要供奉身后那位吧，与黑暗对抗的男人。威严的神父石雕是不是在驱逐着黑暗？哦，有点风化，能看清楚上面的字。因为宝石的折射率不同，换个角度总能发现新的色彩光亮。生活也是，用不同的角度来去探究，结果可能也会有所不同。这我觉得就是。我们常说一体两面吧，你用不同的角度看，其实事情都是不一样的。像我用比较偏见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会比较不能接受说这件事情。可是如果你用正常角度来看，搞不好你就觉得啊，这其实没什么。对，或是你用很缓的角度来看，就啊，这没事啦，那边骂什么啦，生气什么啦，在意什么啦，类似这样子。啊，将烛光放射到阴暗角落。看到一张旧纸，童话残卷。我在哪里啊？哎，我在这里。童话残卷呢？这不知道是什么。七色懂得故事一部分，可是我们看不到哎。那他说不要到有黑暗的地方，到黑暗的地方。会使用手机解谜游戏吗？古董旅店之类游戏哦。基本上如果不要说太长太难的那一种，我会考虑。像之前四目神就是太长了，然后难度也有那种的，我可能就不考虑了，因为我不习惯手机游戏解谜那种游戏。我说实在的，对，或许你们可能觉得啊，都差不多啦，哦，可是我会觉得说很不自在，会有这种怪怪的感觉。对，不眠安安，晚上好哦。怎么感觉好像十几年没看到不眠了？哇，风采依旧啊，一样一样给白啊，不是？古董旅店的话，我有考虑啦。老实讲，
歌德的作品，谁游戏人生，谁就一事无成，谁不能主宰自己，就永远是一个奴隶。你这边在解谜现场啊，奇怪咧啊，我在玩那个什么黑雷叫啥暗影师章的时候也在解谜啊，你也没有来了，你也没有那个啊，你也没有来看我啊，所以那也是解谜啊，讲那么多啊，干讲屁话呢啊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我发现聊天是怪怪的，那个大小我调整一下 ，OK， 在讲屁话呢啊，不是，哎对，刚刚怪怪的啊，觉得身体不好就怕什么？哦哟，看人卡关，不是啊，我觉得我不喜欢说你玩游戏然后一直卡关。欸，我不喜欢，就是我因为讲认真的，我解谜很废。我老实的讲，我觉得我解谜很废，所以我不喜欢说我一直卡关，然后让大家看到说啊，怎么卡那么久，一直卡在这边这样子，我不喜欢那种感觉，所以我会尽量避免卡关那种情况。国中旅店没有很长，而且已经初二了，那我可以考虑看看啊，如果其实 OK 的话，我觉得 OK 啊。不过先说，要如果要花钱的话。这我要斟酌一下啦，最近有点拮据啊。那如果花钱的部分，我可能要斟酌一下了。想了很厉害，最好是自打错啊，不是？我哪有很厉害，我烂死好不好？我解谜超烂欸。那你们说枪弹辩驳，欸，我现在第一章节玩到中间了吧？快中间了啦。欸，都已经死了，我想想看。欸，包括凶手的话，三四五，都已经十五个，十六个人，十五个，十五个了。枪弹辩驳，我说第一集啊，因为最近我自己私底下也有在偷偷玩。可是枪弹辩驳，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玩起来很无力啊。哎，就玩起来有点无力感。如果我有玩到说有无力感的话，我会停止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玩的不开心，给你们看，你们不见得会喜欢。我自己感觉啦，或许你们说啊，其实没差，可是我自己会觉得说，啊。怎么讲？至少我自己要玩的开心啦，啊。我的旅店一二都是免费的，在挖灾，在挖灾。我所谓说要钱的意思是说，就是可能啊，办会员啊，可以提高解谜难度什么的啊，可以降低难度，增加道具啊那种，我不敢。我所谓的说那个要钱的是这个啊，免费的，啊，很多游戏都要免费的，啊，我就不喜欢有些要办会员那些。或是要花钱购买体力那样，我也不喜欢。我觉得那样不行。我说实在，挑战个蒙面过关好了。你刚才叫我听声音、听音辨位过关，学那位就是曾经玩那个玩《塞尔达传说》玩到就是他，因为他眼睛不好，所以他是用听的然后过关的。你叫我学他算了啦。好哟，哎，这怎么可能办到啊？那个他已经对游戏熟到说无解的地步了。对，他本身是有毅力，我没有毅力，我是个很容易放弃的男人，我是很容易放弃、很废的男人，不要指望我有毅力继续做这种事情。虽然我有毅力，已经开了不知道几年了，没有会员，没有体力，只有广告而已，那其实也 OK 啦。好，那我如果有空的话，我来玩看看好了。对，既然 Chocolate 你都这样推荐了，哎，我若不玩。对你不好意思啊，不要叫我玩练功游戏就好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歌德的作品，威廉·格尔丁。也许有一只野兽，也许只是我们自己。夏日素食要翻翻看嘛，人呐，啊，为了消磨时间，硬是古城摇舌，笑那些并不可笑，乐那些并不可乐的事，此外便一无所长。是还蛮偏激的，啊，不过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。就某方面来说，高尔基有蛇欸，对啊，我等一下要碰看看他。欸，林猫恩恩晚上好。世上再也没有比时钟更加冷漠的东西，欸。从您出生的那一刻，在您尽情的摘取梦幻梦的时刻，他都是分秒不差的滴答者，还蛮有道理的。我们来碰看蛇啊！这怎么会有蛇啊？真没礼貌！我可是学识渊博的书虫，这里全都是我的地盘。那，欸，他书虫啊？
放心，我不会把你吃掉啦。如果有空的话，能帮我找几本书吗？很久没看直播了，我也很久没开那个 RPG 了。说真的，把电池拿出来就好了。什么鬼？没有会员，没有体力，只有广告而已。那真的可以考虑啦。抱歉，我有密集恐惧症。如果你能帮我找到背叛者和百年孤独，我愿意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哦。成交。先别急啊，这边书啊，凭你们是搬不动的，只要把这个放映在相应的架势上就可以啦。四叶草书签哦，在这个书架前面使用该物品，我就能根据气味去检查书本了啊，很厉害哦。哦，是啊，是啊。我保存一顿吧。去啊，你去啊，快啊，去啊，去妹，去啊，不是要去。背叛者百年孤独。背叛者百年孤独是什么？原来一个无私奉献的人可以感化一个人，使一个人愿意无私奉献他的人卖命做一些事物。那么这一节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贝德，贝德什么？老鼠洞翻书本的声音。那如果我把这个扔在这呢？不应该。好吧，放满童话，哦，海明威，看一下，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，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，可就是打不败他。被得者硬 A 咯。威廉·福克纳，我们的生命怎么就悄然化一些无风？无声疲惫地重复着疲倦的姿态，后为没有手在没有弦上波动的古老震响的回声。夕阳西下时，我们凝聚成狂妄的姿态，玩偶们将死的姿态。好难懂啊。泰戈，世界已痛吻我，要我报之以歌。莎士